来切薄片。完整视频教程联系微信7036554190，7036554190。把猪头肉也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就来凉拌。下面来拌凉菜，准备一个不锈钢盆，稍微大一点，这样好搅拌一些。拌凉菜的材料包括有红油、蒜末、大蒜末、姜末、凉开水。完整视频教程联系微信7036554190，7036554190。凉拌醋、芝麻香油、花椒油、凉菜香以及葱花和香菜。我们先来拌猪耳朵，把这个切好的猪耳朵倒到这个盘里面，放一勺辣椒红油，看你量的多少，量多就多放一点。来做这个姜蒜水，姜蒜水呢就是大蒜50克，蒜末30克，姜末加150克的150克凉开水，搅拌均匀就变成姜蒜水。放辣椒红油之后，放一大勺姜蒜水，花椒油，你问一下客人是吃多麻的，如果是微麻的话就放少量一点，喜欢吃麻的重一点的话就可以稍微放多一点。凉菜香
三抽，凉拌醋，芝麻香油，最后撒葱花和香菜，拌匀。然后取一个碟子装起来，或者用塑料袋让客人打包走都可以。猪耳朵就拌好了，下面我们来拌这个猪头肉。猪头肉倒进来，放辣椒红油，姜蒜水，花椒油。